11月21日晚，著名演员赵丽颖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，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两张携宠物毛球一起出镜的自拍照。照片中，赵丽颖穿着白绒绒的卫衣，怀抱毛球，一双露在外面的眼睛满含笑意，笑容甜美而俏皮。11月16日，赵丽颖出席北京某品牌活动，赵丽颖当天穿着一件黑色露肩长裙，前面简单优雅，背后暗藏玄机。这件礼服背后的镂空和花纹衬托的赵丽颖的皮肤特别白皙。赵丽颖自从剪了短发之后，造型也有很大变化，尝试了很多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，气场大开。把头发扎起来的赵丽颖擦上红唇，嘴角轻微上扬，自信又有魅力。11月14日，赵丽颖晒出一张自拍，照片中她应该是在拍摄新电视剧《知否知否》，应是绿肥红瘦，古装发型十分清纯可爱，小包子脸超萌。网友评论道：“你不胖不胖，只是肉嘟嘟。”为明兰打 call。 之前一组赵丽颖为某代言品牌的宣传写真曝光，赵丽颖身穿深 V 大花裙，搭配烈焰红唇，美艳逼人。在另一个造型中，她身穿飘逸长裙，性感大露背，尽显女王攻气。